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我是吴新宇。今天的棋子的艺术呢，我们给大家讲解日本第21届阿寒桐山杯这个决赛的一局棋对阵的双方呢是井山裕太对阵河野凛，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棋。现在呢是双方布局未完战斗呢已经这个打响，这个现在黑棋飞出来虽然里面是活棋但黑棋呢肯定不肯被白棋这个先手封锁因为走完以后这个地方黑棋等于在里面还需要去做活，那么呢这个被白棋呢就便宜太大了，这个黑棋不肯，所以就要飞出来，那么白棋要压，那么等于就是说呢一个出头一个呢要封锁。接下来黑棋搬，白棋呢搬住，黑棋粘上然后白棋呢拐一下这个拐一下呢是间接的补自己的这个毛病因为不走的话呢这个地方黑棋的这个打入会比较严厉那么所以拐一下，那么黑棋呢靠，白棋顺势呢把这个毛病补掉，不过黑棋呢在这也获得了这个先手能够呢抢到这个扳头抢到这个扳头，那么这个把头谁的头在前面这个出头总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两个人呢就在这里激烈的抢占这个出头的要点，白棋呢也是连扳想死死的呢把黑棋呢摁在里面，那么黑棋打，白棋呢粘上白棋粘上，黑棋退这时候呢白棋也不能放松也不能放松，如果说想这个稳健点比如说打吃或者是退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比较有点缓如果你打吃即使他不跑争子那么黑棋拐过来的话把这个头抢过来就算让你提掉这个下方黑棋呢会形成一定的这个模样那么退一个那么黑棋呢也飞，这样呢下方这条线呢黑棋基本上就守住了，而这个子呢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余位，白棋呢不愿意走的这么松缓贴这个是比较紧凑的招法，那么黑棋要搬，这时候呢白棋跳就始终想控制住这个头，那么黑棋长，黑棋如果是不断那么白棋虎下来这个肯定白棋很舒服，那么黑棋长呢也要想抢到这条线，如果白棋由于这里有冲刺那么白棋如果简单的跳呢那么黑棋就贴过来这样贴过来呢等于黑棋还是守住了这个四路这条线，这个下方的实地呢还是比较可观的那么这时候白棋呢就得想点办法如果只是简单的往下贴这个被对方一冲断呢肯定是有点难办那么然后黑棋就算把毛病一补这个断开了呢这个白棋作战还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辛苦比较辛苦的，所以白棋在这里得想一些办法得想一些办法把这个头呢抢过来，那么这时候呢河野凛下的也是非常的这个积极非常的这个积极，也是就是说呢为了抢这个头想了一些这个办法，那么这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断以进为退先
这个给黑棋制造一点这个麻烦。那么黑棋当然是吃，白棋藏，黑棋再贴，很显然这两个子几乎上呢非常的危险啊，要想活出来是非常的困难。不过呢，这个里白棋断两下呢，也就是呢，做好了啊这个也弃子的这个准备啊，就是说在这里损失一点啊，弃掉一些子呢，把这边的头呢一定要争过来啊，争过来。现在下一步白棋小尖啊，这个是好棋。如果单纯的立啊，这个黑棋就算简单的挡住，白棋跳肯定不行啊，跳的这个一贴这里还要夹了，那么你只是这样呢，那么被他夹死了，这个虽然啊这个走到了这一下，但是呢这个弃子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啊，并不是很好。那么所以白棋这时候小尖是好棋啊，好棋。黑棋呢，现在是跟着立啊。这个黑棋现在贴这个呢不行啊，因为现在贴这个，这个局部被这个一虎，黑棋没棋下啊。如果说你去补这个，那么它搬回来这个很舒服啊，走完以后这个地方还有挖的这个弱点，这个黑棋联络还不安全。那么如果跳这个呢就更加的不行了，那么白棋就甚至直接打出来啊，直接打出来以后呢再一挖啊，这个直接就出棋了，因为这个被断开以后，注意里面是轮白棋下黑棋，这个是死棋啊，这样呢这个黑棋呢也还是不行。所以说呢，在白棋小尖的时候呢，黑棋也就只有立下去啊，只有立下去，要防止白棋的这个虎的手段。那么有了这个交换呢，这个白棋弃子啊就比较舒服啊，这个小尖的位置比这个就要好。那么白棋再一贴，这个棋形这里做出一些损失啊，然后呢这个在这边呢获取更大的利益。黑棋呢弯，这个吃在这虽然也能吃，但是这个是最不好的下法啊，这个虽然能吃掉，但是白棋这一打吃啊，这边先吃一下，那么再以这个完整的这个封住，这个肯定是黑棋呢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呢黑棋弯啊，这样吃呢比刚才呢会好一些。如果你还是去贴，那么黑棋挡，你再加的话呢，那么黑棋再一吃，这个和刚才就不一样，你这个是后手了啊，这个是后手，这个是后手的话，那么外面明显呢就是说呢有毛病啊，也黑棋呢留有反击。所以这时候白棋啊要继续弃子，先打一下啊，在死之前呢先打一下呢，以后在这边会留下一些这个味道，然后再一爬啊，这个多弃一子，使外面呢封锁呢更加的这个厚实啊，这个多弃一子呢是好手。那这样黑棋啊也是没有任何办法搬，黑棋呢也只能收气。这里去冲没有用啊，这个虽然好可以多打一下，这里可以打啊，能在二路打呢一下，但是呢这个白棋就算一提，这个黑棋呢不太好啊，
因为啊，你要去强撑这个劫呢，太危险了啊！这个，即算白棋不跟你打劫，退这个也可以，你还是呢，要被人家呢，整体的这个封住。所以黑棋呢，也只有啊，老实的吃掉白棋，打吃啊。这时候白棋呢，也不贪图小利，虽然啊，这里可以爬回来，哎。但是呢，这也是黑棋呢给白棋的一个诱饵啊，因为这个一提以后，这里冲，这里断啊，这里加等等，这个白棋外面还不厚实，这样这个没有起到这个弃子应有的效果。所以张善不贪图小利啊，这个是宁愿呢这个多死一点，也要保证啊这个外围的这个厚实。那么再过来，白棋一加，黑棋一打，这个以后呢，等于就是说呢，白棋打吃，黑棋提掉的变化，这样呢，黑棋白棋啊，整体呢，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啊弃掉五子的这个手段，虽然损失了一些这个实地啊，虽然损失了一些实地，但是呢。就是说呢，换来了这个外围的这个后势啊，换来外围后势，同时呢，也获得了这个先手。可以说呢，在这一代呢，何野林呢下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啊，非常漂亮。局部作战呢，应该来说呢，白棋还是成功的啊。那么这个走完了以后，当然这个打吃呢。可以保留一下啊，那么白棋呢，等于呢就抢到了宝贵的先手来挂角啊，弃掉这五子，还是呢非常的这个值得的啊，值得的，把外面一个走后了啊，还能抢到宝贵的先手，应该来说呢还是不错的结果。那么现在黑这个角啊，黑棋这个角呢还要补活啊。不走的话呢，被这个白棋再一拖的话，这颗子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这个白棋外面有好多个子啊，这刚才弃子所得到的这个利益。那么黑棋活呢，现在景山呢，下的也比较积极，他是拖。普通来说呢，稳健点的话啊，这个白棋呢是黑棋呢是应该小尖的啊，就是说白棋挡啊，黑棋搬张啊，这样做活呢是最稳健的下法啊，稳健的下法。不过也许这个景山啊，看到这个局面这个并不有利啊，其实并不是太好。如果这样平平淡淡的被白棋走过来以后呢，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白棋在这一带的以后的这个潜力啊，还是。非常的大啊，非常大。这个景山一看呢，这样呢，似乎不足以争胜负。那么，所以呢，他走了更积极的拖。他是希望啊，白棋搬，那我这样退呢，活的就比较舒服了，也比较大。那你白棋再粘上的话呢，哎，我就可以抢到这个拆二啊。这样呢，白棋这个中间的发展一下子就要小很多啊，要小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白棋啊，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的啊就答应的。那么白棋在这里啊，何野林呢也是下的非常的积极和凶狠，站着自己这个周边子力多一些，就是强行呢，哎，搬进来。与黑棋作战啊，这个确实是也是非常这个有利的招法啊，非常有利的招法。这个由于毕竟呢，这个子力啊相对要多一些，那么和对方作战呢，这个应该啊没有害怕的这个道理。黑棋只有断，白棋贴。这个黑棋啊，在这里作战呢，相对肯定是要
辛苦一些啊，要辛苦一些。那么接下来呢，可以去搬砖啊，这个二路搬砖是要点啊，你这个走哪里，现在由于政治不利，你要是走这个呢，这个白棋就搬啊，黑棋这个争不掉白棋，这两个子基本上呢就是死了啊，这个基本上呢就是死了。嗯，所以呢黑棋还得搬砖。这个是局部要点啊，这个似乎有点像这个高木，黑棋挂，白棋飞，黑棋拖，白棋搬进来的这个定式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局部呢，毕竟和外面和那个普通的定式啊，这个外面的白棋呢，稍微多了几个子啊，多了几个子，这样呢，黑棋相对来说呢，会更加的这个苦啊，更加的辛苦一些，所以呢，这个黑棋呢也得想办法啊。我们来看看，那么搬砖了以后，白棋打啊，黑棋跑，白棋爬。这个时候啊，那么黑棋呢，现在不能单纯的这个退啊，普通的退的话呢，那么白棋一长，这四个字啊很难有活路啊，很难有活路。这样简单的走呢，这个黑棋呢不行。所以黑棋哎先打，哎他要先打，白棋跑。吃的时候呢黑棋再退啊。这里就是说黑棋呢这个有了这个以后，不让白棋呢这么舒服的藏出来。白棋现在呢是拐，这个棋呢，白棋也有呢这个压啊，这个下了，但是这样压的话呢，由于这里多了个扳啊，这个黑棋就跟着硬，白棋呢并不好这个去怎么封锁黑棋啊。如果说你松着气去封锁的话，由于这里压了几下以后呢，已经把这块棋呢脚上呢给走死了。那么黑棋搬了啊，再点的话呢，这个白棋的对杀这个气不够啊，气不够。这里就是说你还接下来还不太好收气，小心他这个虎呢是先手，这个贴呢也有点先手，这样里面来说呢，这个对杀起来白棋呢气不够啊，气不够。所以呢压这个啊看上去很凶，但是呢不行啊，不行。所以白棋啊先拐，保留的这个爬，这样呢这个里面呢就是活棋，活棋。那么拐了以后呢，这个黑棋呢明显是非常苦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锦上玉泰这个是哎，你看比较苦，故意呢卖了个破绽，连扳。他没有老老实实的去虎啊，然后你张，那我再虎，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次序啊，普通的次序。那么他故意卖个破绽的时候，哎，我走这个，希望呢白棋来打，这样黑棋走不到了。不过这样如果这样打的话呢，那么这个白棋啊就中了黑棋的这个弃子之计了啊，那他肯定呢就会滚打，再打吃。哎，走完以后啊，你这个打是先手，我们摆在这先大家看得清楚一点。走完以后呢，这个哎黑棋再一打，这样呢白棋虽然吃掉了四颗，但是呢吃的并不大啊，以后这里呢还有很多一些借用啊，这个收官就是说这个你得收气啊。再一个呢，这里还可以先搬一下，你还只能弯是吧，或者说呢他以后留有长，因为长完以后这个退又变成先手了，这里
葱段啊，葱不葱呢沾上再一夹，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味道。这样呢，白棋就显然呢是中了这个黑棋的这个弃子之计啊，故意卖个破绽。不过呢，这个似乎啊，景山来说呢，这个似乎这个破绽有点过于明显啊。这个坐在毕竟是坐在对面的何野林也是这个一大高手吧，这个是能够杀进这个决赛，这个实力肯定是不弱的啊。这个黑棋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说过于欺负人了 啊，把白棋想得太幼稚了啊。那么从事后来看呢，可能还是老老实实的虎啊。这个白棋现在粘的话呢，那就再虎出去啊。如果他打这个呢，那就吃了算了啊。那大概呢也是只能这样的进行。那么他搬啊，想这个骗一下白棋，但白棋呢当然是不会上当啊，不会上当。那么不会上当的这个同时啊，黑棋啊没有意料到啊，他想弃子这个来摆脱困境啊，获得利益。但没想到由于这个故意卖个破绽，反而给白棋啊留下了一个什么呢，反弃子的手段。这个白棋这里呢应对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个只能这个黑棋啊，反正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那么白棋走哪呢，跳不给你滚包的机会。那么滚不好嘛，一白棋黑棋看没上当，那就算了吧，那我再虎一个。他想的也是一样啊，等于说虎完你粘，我再虎你跳啊，这个是正常的。那么我现在呢再虎一个，哎，还原也无所谓啊，这个白试探一下就试探一下。但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这个变化，这个黑野林在这里呢下得非常漂亮啊，看上去是黑棋辛苦的啊这个样子啊，而且白棋好像周围子弟比黑棋要多，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战斗起来呢，这个也是很难说的啊，很难说。所以这时候他白棋啊发现了这个巧妙的那个手段，那就是白棋来弃子啊。白棋在你主动的情况下呢反而来弃子，那现在白棋可以搬这个啊。这个呢现在单纯的去吃不太肯，这个肯定被一打呢，这个太厚了啊，这太厚了。那么长啊，白棋这时候很大方的就压啊，把这些刚刚通过弃子获得的一道外势啊，获得的一层皮，获得一道外势呢，那么又继续呢把它弃掉啊，就一层一层的送给黑棋吃。这一下子黑棋呢可能就要为自己的这个失误啊来买单了啊。那么黑棋这个时候也只能硬着头皮冲啊，这个白棋这时候叫吃一下踢掉啊。这个白棋是可以说是下得非常的这个大胆啊，这个气势也是非常十足，然后再贴。连这个全死了，这个看上去损失啊也确实是啊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顶住，感觉上这个白棋实在挺大，因为黑棋好像捉张不利的啊，比白棋比黑棋厚，那么黑棋是以弱的吃掉了白棋，似乎感觉上呢这个白棋不行，但是其实呢何野林是胸有成竹，先扑一下，然后粘上，这个呢是先手，黑棋呢只有粘，然后白棋一扳啊，它这个外面能够啊这个完整的封住这个黑棋，
黑棋在这呢，还需要补一手。如果不补的话啊，这个是先手，等于都打掉。然后这一虎呢，这个里面啊，黑棋肯定是无法这个进杀白棋，只能打劫。那打劫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自己这一块也太重了。所以这个时候啊，黑棋这里由于里面有棋，还得补一个。那么白棋呢又获得了先手，也就是说白棋继续通过弃子啊，这个可以，我们可以看作这样，当然可以保留呢当做劫材用，可以看作这样啊，这个通过这个大胆的弃子啊，把外面一层啊全部呢封得紧紧的啊，然后非常这个稳健的啊，这走一个就行了。这个其实呢走在这啊，也表明一种态度啊，就够了啊，优势了。当然就是说正常的感觉都是走在这啊，但是当棋下到这里的时候，这说明白棋啊已经觉得自己赢了啊，已经赢了。那么其实呢也确实，白棋通过这一大串的这个连续的弃子呢，已经明显获得了很大的这个优势，非常大的优势啊。那么弃子的这个结果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想一下啊，当初黑棋搬白棋跳黑棋藏，是不是在这个下方，先不说这里的啊有的利益，这个我们先不算，至少呢黑棋在这个下方有一颗子，是吧，有一个小目是有价值的，这就是有一手棋的价值。那么到了现在啊，我们看看黑棋的收获，这个十目是吧，十一十二二十二二十八是吧，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四六三十七，这个也可以算一目吧，三十七目棋啊，黑棋的是，但是本身呢有新有一个小目，就算七目啊，这个一手棋算七目，那么等于黑棋在这里得了呢三十目棋。那反观白棋呢，由于这个整体全部的这个景分啊包住了，那么在这里的一带的目数，就是说计算是这个地方啊，以后你搬是你的权利，这个给你一点啊目数，就算给你一点吧。这个也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实际上呢白棋至少也有三十目棋啊，这因为这个后位我们只算了一层差不多啊，而且同时呢这个实际上呢在这里以后的这个发展潜力呢还就是暂时呢还没算，因为白棋变得太厚了，这个发展潜力肯定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定型，这个白棋呢不但把当初啊有点薄的这个中央走的是非常的厚，同时呢也消掉了黑棋这个角的这个子的威力，这个总体这个转换下来呢，可以说是白棋是明显的便宜啊，以至于他觉得优势到呢都不需要啊走出这样的棋来，只是稳健的补一手就呢可以呢就够了啊，就够了。整个这个一串的这个弃子构思啊，还是非常的这个黑夜林下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漂亮。不过呢非常的可惜啊，在临近中盘啊结束前的这个战斗中呢黑夜林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被景山裕太呢最后的关头啊逆转了棋局。这盘棋的结果呢是景山裕太呢执黑一目半啊，战胜了河野林，获得了这个本届的冠军。不过就棋而言啊，这个白棋在下方的这个弃子的构思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值得大家呢好好的欣赏一下。好的，今天的棋局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